宝贝，小宝宝，你好，摸吵我，哦，不吵你，不吵你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么可爱。你说叫安安，我叫安安。安安，怎么有个小朋友呢？看这小宝宝多可爱。你好啊，喊我哥哥好不好？可以给我玩一会儿吗？游戏，哄哄宝贝去吧。游戏去吧，你去吧，去吧，我不要，去吧，我不想哄孩子。要是自己有个孩子，你也得哄啊。不，到时候再说吧。那打算要个孩子呗？结完了婚，咱就抓紧时间要孩子。有那个打算吗？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。你们努把力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加油！你去给宝宝冲奶粉。我去冲个奶粉。好的。正好220毫升。我再加点常温的水进去啊，常温的。对，刚才我觉得还是有点烫。再倒一点。好了吗？这次一定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好。那就兑奶粉吧。哎呀，你看现在的奶粉多好看，儿童配方奶粉，100%的乳糖配方的。它有一个年龄阶段，有3段、4段的，这是4段的奶粉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设计，你看这个设计的瓶口，哦、它就可以把它很平的把它给把奶粉，你看、哦、这么一抹就很平整，是吧？就不会浪费。设计很合理啊，就很合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应该是可以了。尝一尝，好不好？尝一尝。哎呀，真好！哇哦！